三二一，今天是白懒猫的扑克牌，这是白懒猫扑克牌刚开始的图案，背面还有写数字，还有写它的那个什么图案是什么，在中间还有写它是什么的类型的，它是方形 J。把每一个都打开，而且这个很特别呢，它是这个超人的超人猫咪。我们会用这几个扑克牌来编出故事，可爱的小故事。那我们开始编故事，我看看呢，开始是这个。爱心 Q 是他的鱼没有拿在手上，然后吓了一大跳。第一个故事这个，第二个是，哎呀，吃饱了，而且是黑桃三，吃饱了。优等要在后面。拜托借我嘛，白懒猫要他借东西进去了，一样是一开始的爱心是爱心一，干嘛啊？你在我旁边做什么？生气小猫咪，他是他的同伴，不是白脸猫本人。他也是同伴，而且梅花五，这个意思就是，谢谢你给我爆米花吃，是方形 J， 这个意思就是。哎呀，吃饱了，可是觉得只有爆米花还是不够。然后看看，也一样是方形一，爱心一和方形一都在了。好，看一下，也是一样。你又想干嘛？我有在家里练习一次，可是我想要改新一点的，就这有改变一点。再来。那这句的意思就是啊，你谢谢你给我鱼，而且是梅花 Q 放到后面，然后最后面要放一只鱼，这是鱼的故事，一只比鱼放的还要前面。看看故事听出来会变什么？刚开始要这个，故事要开始喽！啊，你说要把我的鱼吃掉？真好吃，还有鱼吗？拜托，给我鱼嘛！我家里只有爆米花，还有鱼呢。那给你爆米花，真好吃。爆米花还是不够呢，还有别的吃的吗？好吧，那只好给你那个咯。啊，谢谢，你终于给我鱼了。喂，怎么是那个？你钓到什么鱼了？一段故事讲完了，结束。
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录影啊，不一样啊！你要是讲给妈妈听的录影啊，不是讲给爸爸听的录影。来，爸爸讲给爸爸听的也要一次录影一次。我呢？这是故事开始。啊！姐姐要把鱼吃掉。啊，那真好吃的鱼。被捉鸡尾鱼了！我家里只有鱼，还爆米花而已呀。喵喵喵喵，吃爆米花真舒服。爆米花吃的好像还是不断呢。不然，那就给你们吧。我该说什么好呢？鱼的故事讲完了，白懒猫。哦，你们两个可以去演双簧的。妹妹，拜拜。不，按赞分享。都可以啊。这是白懒猫的故事。哦，好想吃鱼哦。哦，要怎么煮才好呢？妈妈一定是用烤鱼，不是蒸，一定是用蒸鱼，不是烤鱼的，我才不要。妈妈，哇，妈妈已经加很多蒜头，好啦好啦。我看我还是吃的爆米花好，在旁边看戏好。吃薯条吧。吃薯条也可以。我要被火烤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都死了，你还能怎么办？哦，这鱼真好吃呢。等等，好不好？哇塞！不要等等，好恶心！拜拜。拜拜。啊？你说要把鱼吃掉？吃掉了，拜托给我鱼嘛！不行，我家里只有爆米花，还有鱼而已。给你爆米花好像比较好。啊，爆米花好像还是不够。再给你一份，啊，这鱼呀，都是辣的。鱼的故事结束。